I think it's good to take video and then capture from video. 那个绳子要他们聪明一点的话，这绳子打架。那个地方就完蛋了。估计人类要毁灭。而且那看起来扎的更深，应该是扎不进去的。这绳子拽。要是万一跑了，应该是倒蛮厉害的。我觉得倒蛮厉害的。我觉得他是那个手上那个绳子。啊，那个绳子，对，我觉得就是他这个绳子。